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.3 复刻角色曝光，火神定位数切后台火，混词角色加火法空降来了 5.2 到 5.3 卡池确定，火神冰女定位曝光，第二期混词角色安排来了，元神纳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即将登场外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2 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官方已经公布，分别是恰斯卡、欧洛伦这两位就不多说了，复刻角色的话则是最近网传较多的林尼、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这三位，想抽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准备原石了。后续的 5.3 卡池则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登场，不得不说新角色加人权卡连发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火神马威卡、冰女的定位相关，就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火神定位应该是偏向速切战场后台火，而且据说和火主会有联动，当然了也有说是大迪西亚、大卡奇娜等，冰女的话是冰盾辅助角色，可以后台挂冰护盾，同时有一定的争议效果，类似于大莱伊拉的定位，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了。除此之外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之前的消息也提到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，以及 5.3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，这是其中一版网传混池角色的安排，分别有克勤、七七、甘雨、白竹、萧、达达利亚、叶兰，个人感觉的话叶兰入池的概率不大，其他几位大概率进。复刻角色的话据说是申鹤、莱欧斯利三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，毕竟冰系角色已经被雪藏了太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在后续的版本中也会有新的五星火法男角色登场，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伊法，这么来看的话倒有可能是空降角色了，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请理性观看哈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到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 5.2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已经公布，分别是恰斯卡和欧洛伦，其中恰斯卡还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大世界骑枪飞行简直不要太爽。 5.2 卡池复刻角色则是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这三位，两大人全卡复刻还是非常香的。 5.3 卡池据说是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登场，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对应的是海灯节版本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还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，就目前来看混池的角色大概率是七七、克勤、甘雨、白竹、达达利亚、胡桃这几位，不过胡桃还是比较存疑的。同时海灯节也会有新皮肤登场，不过就目前来看位置，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 5.3 卡池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的定位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火神大概率是个速切 C 且拥有后台火，不过版本太多，也有说大卡奇娜、大迪西亚的，冰女是冰盾后台争议辅助，可以参考大莱伊拉，当然啊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